新年快乐。睡了吗？没呢。这干嘛呢？还不睡啊？这不是守岁吗？守岁。是守岁啊，还是守着手机发信息啊？没有没有，这不是给他们拜年吗？你们这些孩子呀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不听话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觉得自己年轻，什么都不怕，熬夜对身体不好。你这到老了，我跟你说，那浑身是毛病，你知道吗？你这都几点了？这10987653。在吗？睡了吗？那我先睡喽，晚安。跟谁说话？跟谁说话？我在说话呀。编，我都听的是个男的说话，你还是跟我这编，是撒谎了。不是，我昨天有点着凉了，说话声音有点粗。早安，爸爸。你说你让你多穿点，多穿点，就是不听。嗯，这个就是烫啊，有点感冒了。嗯，刚做好的热汤，赶紧去喝一口。好。你怎么说话总不听？你一件事儿，你说，如果有一个男生偷偷亲了你一下，那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！什么？谁啊？我给你拿创可贴。不是那臭小子谁呀？这么不小心？你等会儿，这不重要。哪个臭小子招惹你了？怎么还亲？不是我，我帮我同学问的。哪个同学？就那个一个大学同学。大学同学谁呀？我没见过吗？你没见过，你不认识。你新认识的一个朋友，我帮他问的。那不许骗我啊！我没骗你。
你告诉你这个同学，这个年纪的小男生不靠谱，全是生瓜蛋。是吗？那这个这过来人我不知道。这样。好，知道了，我转告他。你告诉他。今天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？听闻给我发个早安。那什么，我这手也受伤了，今天你去店里边帮忙吧。好，我帮忙，我去。来，吃。嗯。儿子，今天下午没什么事，早点回来吧啊。嗯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我有一批新的面膜到了，你回来帮我试试看啊。不要，你为什么要帮你试面膜？哎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，要不是我常常给你敷面膜，你的皮肤有这么漂亮这么水嫩吗？要像你爸呀，哭都来不及。好，是。你应该感恩感谢我才对。对不起啊，我爸手受伤了，我得去面包店帮忙，改天再约吧。小熊，我来了。喂，你还没上飞机呢？陈医生知道了会帮你向严苛问好的。你别去招惹严苛，能管好你自己的人就不错。祝你面试成功，赶紧出国。那当然，我挂了。你好，请问您对今年春节城市的交通状况怎么看呢？满意。啊？怎么没说完呢？您没个热心学生。哎，你好。这里的网络坏了，只能收纸币。是，我没带纸币啊。可是我们这里真的用不了手机。那不然加个支付宝，我转你。是吗？哟，真是换了个地方祸害人啊你！小美女，担不起，结账。好。哎，一起。我支付自己的。哎，凭我们这关系，别这么冷酷无情了。我们什么交情？一起。需要带着吗？分开装。请吃饭。哎，小美女，今天破费了，老板请你吃个饭。你可别想贿赂我，我是不会告诉你小熊的地址。好的，谢了。竟然敢套我的话，阴魂不散的凡人精，跟你家熊说一声。喂，学长。你好，您的面包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哎呀，好不容易约我一次，我怎么就这样错过了？老板，来喝蛋挞。啊，蛋挞卖完了，您下次。想我了吗？等一下。
怎么了？过来，过来。哎，我们家就这么做生意啊？让我小声点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给我当导游，我就小声点。给你当导游？行，我给你报个旅行团，你先出去。那我就在你们家面包房做旅行团，哎，顺便拜访一下我岳父啊。岳什么岳啊？岳父啊！啊，行，我跟你当导游，我们走。拉钩。拉什么钩啊？你用不用扎鸡？岳父，拉钩上大半年不许变，盖个章，你等我一下。外边怎么了？没事，爸马上回来，你等我一下。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挺会找地方玩的呀，干嘛还要拖我出来？我会找地方，更会找你呀。可爱。所以你这次来就是为了来采风的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就是为了来采风的呀。那你觉得是就是呗。哎，我想吃冰糖葫芦。有事。老板，两串冰糖葫芦。哎，老板。一串，那我手拿不了，你得喂我吃啊啊啊啊啊啊！咬住啊！咬住了，看我这边，手这样可以，往上一点。等一下，你眼睛怎么了？看一下。干嘛？你以为我要亲你？什么呀？亲别人是要负责任的，可不是随随便便的。啊？亲别人要负责？新年快乐。跟你走。儿子。哥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看见老妈拿那么重的东西不帮忙。哎呦，我这老腰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儿子，我说你最近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跟你讲话你总是晕晕乎乎的，都什么时候摄影不专心，有没有听我讲话呀？啊，喂，哎呀，我在跟你讲话，你听见没有？我说，最近你怎么总是晕晕乎乎、神不守舍的？总是心不在焉的，你没事吧？嗯。哎，我的面膜到了，你赶紧帮我看看。哇，还真不少，赶紧帮我试试，啊。哎，妈。嗯。既然要试面膜的话，那我多找几个人帮你试，怎么样？多找几个人啊？免费啊？吃啊。嗯，你也该吃完了吧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没吃饱呢。老板，加点喷剂啊。还来啊？你什么时候变得比我还能吃了？严苛。喂。啊，找谁？找你。喂，老严，盯这么紧啊，是不是很想我啊？行，行，没问题。
哎，你怎么挂了你？哎，老板，买单吧。吃完了，可以走了吧？你也一起啊。去哪儿啊？连客家。啊？做客啊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多待会儿，多坐会儿嘛。阿姨，我们还有点事儿，就先不打扰你们。我喜欢你们打扰。哎呀，那你就多多保重，越来越年轻。哎呀，这人讲话我怎么这么舒服，爱听。谢谢谢谢，他要跟我叫小姐姐的。对，没有没有，那以后常来玩啊。行。你就不用多说了，一定要多来。我一定会的。那行，阿姨，我们俩送他去车站，您就不用去了。哎，好嘞。阿姨。爸爸，啊不，哎，这火车要晚点了。阿姨拜拜。啊，阿姨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，小心。好嘞。臭小子，连这点福利都不肯给我。哎，小熊呢？在里面给你买土特产呢。哈。哎，还是我们家小熊会关心人。老严啊，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的，有这么多真心对你的人。嗨，不过我也不差，苏华第一网红是盖的吗？我有多少粉丝你知道吗？说出来吓死你。不想知道。嫉妒了？嫉妒了？对，嫉妒。我们先上去吧。白宇子，啊，那给你买了好多特产。好，谢谢。带回去吃哈。我怕我舍不得。小熊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咱们学校再见吧。嗯，拜拜。抱一下。啊？哎，慢走不送。真小气。切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哎，一路平安。
Miss Tong. Yes. You're alone. Right this way, please.紧张啊！老师找个小伙伴跟你一起弹，就不紧张了。走，让我们一起来弹钢琴吧。干嘛跟着我？好帅呀！好帅呀！他就是学校里弹琴弹得特别好的那个男生。尹哥，我们拍张照片留念一下。Miss Tong, we don't think you're prepared for this. Maybe next year.比赛了，你要控制饮食，这个太油不适合你。哦，我也是拿来分同学的，我自己不吃。熊一凡，你该睡觉了。好好好，先学气，先静一下。熊一凡，加油！学姐，新学期加油！
唐唐，严科，这么晚了有事吗？你说过，如果事情进展的不顺利，你会帮我的。我已经帮过你了。严科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来找你的。你现在要控制饮食，不能偷吃。哎，我这过的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？我在我学姐24小时的监控下，简直过得比神仙的快乐呢。你想当神仙，那得比完赛再当。黑云，一个比一个狠。我跟你说，人家学姐平时从来不跟人合住的。你这已经是例外了。再说了，多一个24小时免费贴身教练，不好吗？好。哎呀，真好啊！好，太好。啊，真好呀，大家都挺好呀，这恋爱的酸臭味儿哦，飘来飘去的。你有空在这儿酸我，不如找你的小哥哥去啊。嗯，别说了，自从开学到现在，我就没见过他几面。也是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。嗯。接电话。应该在家里吧。对不起啊，我又弹错了，又要浪费你一天的时间。没事。严科，这次真的谢谢你，不是你的话，我又要错过这次机会了。再录一遍吧。这是
Yuexin。严苛，我不是故意想骗你的，我只是，我想，严苛，我试过了，我真的试过了，可是我自己真的不行。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哦呦，可得好好给你开开眼界。哈哈，宝贝太多。来，让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防狼喷雾乘三。电死你笔乘二，莫名东西乘一，警报器乘二。一个寒假过去，我爸也不知道抽了哪门子风了，在我包里塞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是想怎么样？当我们学校是案发现场吗？想把我身边的男生都送去警察局是吗？我倒要看看这有多大威力。什么玩意儿？就这电蚊拍。